大包衣是当这一件。民国一百年三月十九日，朝廷公布长安令，长安当这一件起好枪。今年当兵的心情就好像在办喜事一样，因为他们即将迎接新船、新旧炮打拼。而这里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再造新船了。当新船快入港之前，居民家早已准备好要庆祝的鞭炮，悬挂在明浪桥上，老老少少站在桥上兴奋地等待新船入港。中午一点多，新千翁号出现在长安里渔港外。这时，明浪桥上与船上的鞭炮不约而同的燃起，大伙兴奋的情绪也伴随着鞭炮开始燃起。小的是威远，要大哥的是威远。船长林子毅与他的大哥李蔡宗以及堂兄林兴勇驾驶着崭新白色前挂满居民祝贺旗帜的新船，在渔港外先以顺时钟方向绕行三圈，然后入港。所以说现在你们去买那个伴手礼，现在也有泡菜可以，也有香肠可以的。我一个现在加到十五，边边一节小块中的牛肉，二十五个比较正常。当船进港后，先以船首直接停靠码头。鞭炮燃放完后，船长将鱼鳍从船上撒下麻糬，丢麻糬为日本人船下的习俗。新船下的做三个大麻糬。放在船首、船中、船尾，再用竹篮装五多小麻糬。船停靠码头后，从船上丢麻糬给周遭亲友，意味着从船上丢下很多鱼，象征这艘船将会有很多鱼来真实的考虑到。